这五十年更是不得了的，就是第五十届的广播电视金钟奖即将要登场。今年当然邀集到相当多的重量级人士来参加这个半世纪的盛会，而且今年主办方更举办的是点赞送现金的活动，邀请您赶快上网，除了有机会得奖之外，也用实际行动来鼓励幕前幕后的广播及电视人。敲响金钟2015，迈向第五十个年头的电视金钟奖，打破了男女搭档主持的传统。特别邀请到演艺圈重量级三王以后，张小燕、胡瓜、吴宗宪、张飞轮番上阵，蔡康永、小 S、妙语如珠交叉引言，天王天后历届得奖者将共赴盛宴，热闹非凡，相当值得期待。力挺台湾娱乐，海外侨胞一起来为金钟五十娱乐圈按赞鼓励。从即日起到9月25号，只要前往广播电视金钟奖脸书专页点赞，就有抽奖资格，5000台币天天送，最高奖金60000元台币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赶快上网点赞吧！除此之外，今年的广播金钟奖特别贡献奖将颁发给电台情人李基准，充满磁性的声音是伴随许多人的美好回忆。他当天也将出席，亲自接受大家的热烈掌声，难得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。中网独家播出广播金钟奖，9月19号星期六凌晨4点首播，隔天上午6点重播。电视金钟奖9月26号中天美欣上午9点半，中网凌晨2点半播出，满满6个半钟头，包括了星光大道与颁奖典礼完整呈现。怀旧金钟更推出了特别节目，好久不见的电视人带你走过时光隧道，回到过去。9月21号星期一到9月25号星期五，中天美西中午12点首播，晚间9点重播特别报道，敬请锁定星光闪耀金钟50。